六十八，猎灵恶魂者，取之粉饰谬误而为本，为其盖蔽所为。明德善之士，常以理道行直言，弗惧恶行而不遮其己之过。凡是灵魂丑恶的人，他们往往都用花言巧语，或者采取一切邪门歪道的方式方法，拿来粉饰自己，目的是以这些来遮盖他们自己的短处。而一个有道德品质的善知识，则以真理说直言，敢作敢为，根本不惧一切恶行势力，以高尚的伦理道德施益于人，并且有了过错，敢于当众立即自己改正，根本不怕别人说自己的过错。